大家好，我是摇滚音乐社99级的社长小郭。我从4年前就开始从第五届舞校就一直上到现在，已经是第十次要上六校影展了。从我一进高音大进了摇音社，然后从创办了第一届摇音新生杯，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当社长。我这之中，我几乎每分每秒都献给了摇音社，包含从那个时候干部还没那么多，也没有人会主动往社办跑，都是我一个人，或者只有两三个人可以陪我从每天放学去顾社办、顾社课，然后一直到每个活动去一些细节啊、开会什么的，一直到现在看到你们大家很团结，向心力很够，每次活动有很多人，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摇音社成长了，大家成长了，你们成长了，大家都进步了，我真的很感动很开心。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环境，在这个舞台上可以一直持续的努力去冲刺。我们以前有很多资源其实没有像你们现在那么多，我们的干部群也没有你们那么的团结，那么的雄厚，但是很多事情我们以前其实都有办法做得到，你们一定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那这次表演会是我在高音大的最后一场表演吧，虽然我会延毕，但是我不管是延毕还是我以后出了社会，我的心永远都是跟摇音社在一起。我忘不了这个家庭，我忘不了这个环境，我也忘不了大家。那今天的表演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也很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些老人，虽然有时候我们这些老人还蛮啰嗦的，会去管东管西的。那在这个家庭我很开心认识那么多朋友，然后那么多相挺的朋友，真的很棒。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摇音社可以继续加油努力，然后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创造出更多的不同，然后去创造出更全新的形态，让大家知道我们并不是只是会玩乐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活动，还可以做很多很棒的事情，好吗？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椅子红娘团长。是高音大摇音社99级的副社吴以山。那首先我要谢谢学弟妹，就是土拨小菜，然后他们答应我这个任性要求，可以在六校的高音场自己的学校表演这样。然后再来我要谢谢椅子红娘的团员，然后陪我一起完成这个我一直很想要在毕业前弄一个团上六校的表演。那其实以前自己都是主办活动人，那就觉得很想要就是可以在毕业前带一个特别一点的表演给大家。那其实我们椅子红娘的团员组成方式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们私底下都是好朋友，那我们有三个都是99级的干部，然后一个大胖老师，还有一个外校朋友这样。那其实我们时间都还蛮难巧的，然后大家也都准备要毕业了，那有自己各自要忙的事情，然后老师的时间也很难敲定这样。那我们又硬是要很 gay bye 的玩了乐手的大风吹，所以其实我们在练团的时间啊，还有就是里面就是有一些还蛮多的问题，然后就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啊，带一点比较特别不一样的表演给大家。其实最要谢谢的是大胖老师这样，如果当初没有他一直鼓励我就是上台表演啊，在毕业前就是弄一个演出，就不会有今天的表演。那谢谢他就是一直鼓励我们，然后还有教学，就是很谢谢角落乐团的主唱，我们也是我们摇音社社团指导老师孙蔚杰大胖老师。然后最后我想要对就是我们高音大摇音社的一些小朋友说一些话。那其实我跟小博可以算是说从进大学进高音大以来，就是我们几乎都把很多时间都花在摇音社社团上面，然后我们也是从小社员啊，到后来成为干部，然后再交接变成学长姐，然后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
那其实有时候在看你们办活动啊，努力的样子，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就是的一些回忆。那我也觉得就是从你们身上就是得到了很多能量的。有时候在学校啊走路，然后或者是在社办，会看到你们就是叫一声学姐啊，或是一声妈咪，我就会觉得一整天都很开心，然后就很有能量这样。然后在社团里面，我就觉得我们摇音社真的很像一家人这样，感情很好。那我再来不到一个月就也要毕业了这样子。那希望未来这摇音社的活动可以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然后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那我也希望每一个学弟妹可以在社团里面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还有归属感，然后继续的把这些的你在社团里面得到的感动啊，还有感觉传承下去。那也许之后可能毕业之后，我们可能见面次数会很少，然后也许有些人生活上就不会有交集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想跟你们说，想跟大家说，就是我真的很爱大家。那希望大家就是加油。那谢谢。那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一定都不会忘记你们的。那学弟妹加油。好，那我们再来一只候鸟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心爱的再回来。